主料：菠菜50克，鸡蛋2个，面粉50克，辅料：葱花，水150克。高汤精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菠菜切断，焯水，控干，葱切葱花备用。锅入少量油烧至五成热，爆香葱花后，放入菠菜及高汤精炒匀，加入开水煮沸，面粉加水调成糊状，用小勺去勺取条状面疙瘩，一次加入沸水中，边下边搅拌，全部下入后，大火煮沸，小火煮3分钟。烹饪技巧：不要煮太久，营养流失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